但是关键的人没出来呢。这男人怎么老是跟缩头乌龟似的，每次都是女人上来让男人躲在布。我们的编导告诉我们大海在第二现场，我们把第二现场打开。喂，你好，是大海吗？啊，是，你好。你怎么在第二现场啊？我觉得我还是在第二现场比较好，我觉得我去第一现场会比较尴尬。你怎么还戴着墨镜呢？其实说实话，我今天来到这儿也是因为出于对这两位在场的三个女人的负责，所以我才来的，所以我不想让太多的人进。但你老躲在后面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来，我来问你几个问题，大海，你到底爱谁啊？那一定是美晨啊。大海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，甜甜这么好的女孩，你看她什么呀？大海，我想问你，你既然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那么久？而且在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跟其他女孩在一起，你这不摆明的劈腿吗？求您放过他吧，你不要每次都这样逼他好吗？我现在问的是他。哦，我觉得我必须得说一下，我觉得我妈一直对美晨都有误解，从她没开始了解这个人开始，就已经心里面就已经有排斥了。其实美晨是一个特别照顾我心情的一个女孩，比如说她的服装问题，那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她跟我讨论很久，她要不要上来穿的是那种平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服装，但是我就是坚持，我就跟她说你就按照你工作的状态这样的服装穿，这样上台，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想让我妈接受她的话，就要接受她的所有。其实甜甜是一个很好的女孩，包括她对我对我妈都挺好的，但是我不喜欢她，我也很早的就表明过立场，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我妈在安排。你能来到现场吗？我觉得